人性本善，人性本恶，用辩证唯物法去验证这个问题。证明过程如下，每一个个体都具有特殊性，有些小孩生来善恶比可能是7:3，也可能是4:6，各种比例都有可能。人性本善和人性本恶问题的立足点在于，他试图忽略人的特殊性，而强调人的统一性或者说整体性。人性善恶问题的本身就是有问题的，因为人的思维是有差异的，每个个体都是不同的，不能用分析标准化物品的方式去分析人的属性。钢铁是硬的，糖果是甜的，这些标准化物品的属性是固定的，从它们被生产出来，它们的属性就被固定了。但是人不一样，每时每刻人的思维都处在一个动态变化过程中。人性善恶问题的本身就是有问题的，因为人的思维是有差异的，每个个体都是不同的，不能用分析标准化物品的方式去分析人的属性。钢铁是硬的，糖果是甜的，这些标准化物品的属性是固定的，从它们被生产出来，它们的属性就被固定了。但是人不一样，每时每刻人的思维都处在一个动态变化过程中。人性本善与人性本恶问题忽略了两个点。一，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，思维具有特殊性，而不具有统一性，不能用标准化物品的属性规则去判定。二，人的心理是一个动态波动过程，不是固定不变的。一个小孩吃饱了的时候和饿得嚎啕大哭的时候，他的心理是完全不同的。用固定属性定义人性，逻辑本身就是错误的。底层逻辑，人性本善与人性本恶，因为宗教教育思想都是为政治服务的工具，所以古代统治者为了方便控制百姓活动，降低犯罪率，于是使用儒学作为一种工具和手段。人性本善，所以需要接受儒学教化，提升修养，抵御外界诱惑。人性本恶，所以需要学习，交学费，修养道德，弃恶从善。不管那种说法背后的底层逻辑就一条，他想让你遵守儒家的规则，进入儒家的游戏框架里面去。儒家通过人性善恶问题，诱导人去学习儒学，从而接受儒家的价值观和思维模式。人性善恶问题就是一个陷阱，诱惑人们去进入儒家道德框架，达到驯化人的目的。假如你是一个善良的人，他想是控制你，给你发好人卡，说你是君子，慢慢控制你，变成他想要的样子，克己复礼，用他制定的规则里去控制你，达到政治统治目的。例如三从四德，向皇帝下跪等礼节，尊崇儒家效忠，提倡对父君的绝对服从，进行服从驯化。人性本善，何必克己复礼？所以那是一个谎言，因为人性本来就是恶，人生还有七情六欲贪念，所以都有小人的属性。但是人性太恶了，对吧？你打我，我打你，你砍我，我砍你，这个社会很难管理，怎么办？那就拼道德，就告诉你人性本善。所以经历了2000多年告诉你人性本善的谎言，这个谎言缠了，所以我们一辈子活在谎言里。皇帝统治者需要孔子的教化，让你们不会相信人性本恶，因为你从头到尾生出来就会有人告诉你，你是个善良的人，他就是控制你，给你发好人卡。任何上层的人都知道人性本恶啊，底层的人是什么？人性本善。对，所以上次的人说，人性本善，那监狱跟法律是做什么的？